年的业绩表现亮眼，全年营收215亿元 ，EPS 1.5块。法人表示呢，中信金积极布局日本市场，目前已经和12家的日本地方银行来签订合作备忘录了，也看好合作带来的效益。中信金今年的 EPS 有机会可以挑战2块钱。